想吃蛋挞真的没那么麻烦，今天教你在家轻松搞定。蛋挞皮我用的是成品的，还有配套的蛋挞液，把蛋挞液倒入蛋挞皮里，八分满就可以了。然后放入烤箱，上下火210度烤20分钟，美味就是这么的简单，关键是真的特别的好吃。